南投县特工高中推展国际教育，举办名叫做“学文情，立国有故，学法国文，熟悉巴黎工作坊”的活动，甲翻译文学作家等人来合作，邀请学校的校长、社区民众来共同参与，来一撮巴黎法语的旅行体验，并且来进行美食的体验。在学校大心的安排之下，邀请参与贵宾来享用法国传统的点心，来个好茶。并且有时尚作家为法国人饮食习惯来介绍，分享着当地文化。玉光高中举办这场学文情，你也赴来学法国话，熟悉巴黎工作坊的活动，展开一系列精彩课程。再介绍巴黎人的生活，让大家去知道说，法国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，然后再带到我们的一个法语教学。然后法语教学其实是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到巴黎去玩，不管是生活或观光或学习，你可以从这些简单的法语的方式去进入到法国的世界，就是融合国际教育，好比说法国的文化，或是法国的甜点，还有在地的茶叶或是陶艺，我们做一个结合，让我们的老师还有学生一起来体会，希望就是立足本土，放眼国际。把在地文化来融入到国际教育，玉光高中用心举办这场活动，并且跟社区产业连结，邀请有兴趣的民众到场参与，会使来认识到不同款国家的文化。带来了法国的一场策展活动，教大家会说法文，还有关于法国的一些就是饮食文化。那这样子呢，能够让大家有更多不一样的学习，让我们的餐桌文化，还有就是生活仪式感，多增加了更多的看见。法国的甜点是咖喱的花，他们是国王派在台湾比较少见，那在法国他们主线节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家每人都会有。这次举办的活动很有趣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，然后我觉得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甜品，它看起来很好吃。这场认识到法国的工作坊，学校为美食、法国话学习，这个音乐这些面向，找大家趣味体验，之后将继续举办以更多元的方式推展国际教育。记者林明信，差不多。